栽培的群组，哦，赶快扫一扫。哎呦，来这啊！目前可以上线到500人了。对啊，无贵啊，无少，只要赚个百倍了。你百倍，两百三两，两百三百了，这两百三百了，无啊，剩这个无啊，这一箱也无啊。这两百三百，将两百个啊，将两百三百啦，将两只三百了，两只两百了，两百了，两百两百好了，两百了。宅配的部分，年后会加三倍的，加三倍的，加三倍三八了，三八，三八三八，四倍三八好了，这要结三八先卖了，最后一个300块先卖三八的，三八的，三八的，三八，三八，三八。300块呀，三百的，这个结300块，300块啊，谢谢，这边要买200块先买，百五有人买，百五不行，150够有人买吗？那单是白做了，对，哎，来，这里的，哎，这个钱。这只八十，这八十先，八十。那你在做安尼啊？够贵吗？先弄个梨，弄个梨摘掉。弄个梨三百。第二个了。弄个梨第二个了。快去啊！等一下。今天好了。今天好，谢谢。到鲑鱼吧。鲑鱼吧。到鲑鱼头。鲑鱼头够不？够吧，够吧。第二个。哎，别到一个。五味能包。这酱油多。酱油多。对啊，还有啊。去鱼缸放啊，去布置缸放，我卖只要放下超过100。只要放下超过100啦。你哎，只要100，两百了超市啊啦，你来袂啦？500块啦，一百200啦，买400、300来，500了啦，500了，500块500块啦，500了，300块500了，你就袂多个，你来无？来啦，你要买1000？买500。500了。你再一个现在500块了，500了啦，这无几块啊，500块了，哎呀，500块。这谁啊？这要白菜肉呀？鱿鱼内包算，要几包？10包。没有啊，随便说的，那个中观音啊。什么啦？快到3包啦！够人来无？300块。白菜肉跟鱿鱼内包算，现在3包了。三百，有人好嘞，谢谢嘞。第对个人来无？3位个只是13只，500嘞。500块，500块，500。阿伯个有无？来，准备个送你，免嘞。你等下。500了啦。是只500个啦。等下你来看。500，快哦！我收了啊，收了，我先介绍，谢谢。好，等一下结束前，我再哦开放 QR code 让你扫。下次500块哦。谢广告哦。鲑鱼头够不？什么？鲑鱼头。鲑鱼头不？无啊，吓。哦。菜菜，你的鲑鱼头我来不及了。干贝没有了。鲍鱼嘛无啊。明天够人来不？500块。虾子还有人要吗？500块。虾子500块，还有人要吗？500块，500哦。还不够就先来蟹管肉，蟹管肉300块。来七三，来三，来四五，来两个来三八。阿宋，虾球跟海瓜子各一，帮我拿到后面。来蟹管肉够人来不？300块。还有人要蟹管肉吗？300块。够人来哦。各一包啦，各一包。够人，根本就先你讲。四地。这村来错了那样，哦，我常常去回去，要求加班，要求有。
要求，你现在要求三百六。贵有你，贵有你，三贵有你，四贵有你，五贵有你啊，六贵有你，三百六啊，贵五十块，好不好？来，来回收过来花仓，还有你要吗？花仓，花仓个人来无三百块，一只五十块尔，无人来啊，无人来，阿伯姐，来，来一贵的，两贵的，三贵的，四条来，五只来，来六条来。谢谢了，这找七百，过来过来。还够人啊？有三百块花仓，花仓还有人要吗？花仓来找七百，三百六三位，七位，来五位，来这六只够现在三百块，来够三百现在三百块，花仓三百块三百，花手三百块三百块啊！谢谢，别拽对，别拽有，别拽还有啊，我哪有？啊，别拽嘛无好啦，别拽来，别拽都改工过来，四位来五百来。对了，你对了。哎，过你先啊。哎，七星炉哦，七星炉哦，完了。那花仓没人来啊？要不要？刚刚买的，我要鲈鱼。鲈鱼来。对呀。哦，大。好，来，再来，来多。哦，帅儿子，你是什么时候打破了？哎，太弱，你大只无大只，你该看。好，只不过我博钱无好笑，只不过你去博看卖啊，只不过博钱啊，无超过五百几只，超过五百两百了的。讲就是袂得注意观察，超过五百两百一千啦，这三百有来啦，这三百有二啦，三百有二啦，免千五啦。一千块面啊，三百了了，三百了，我们三个，还能八十二，这是大锅了，这边够三百了，三百了，够人买不啦？够人买不？三百块了。大尾、细尾呢？海螺这海螺是大尾回来，还是三尾过去？三尾过去，三八的，三八，三八，不要尾两尾两八，过去两八，还两八，来超精品，这少不少，多几尾来是八。我记下来一百块，一百两，一百块，贵点一百块，谢谢。那今年贵点了哈，哎，我。好难啊！这边明天啊。拢可以，拢可以啦，两分钟到九分钟可以啦，还够一千。黄鱼三尾五八，恁看，恁看了嘛？无人卖。哦，三尾五八，你敢无？五尾，三尾五八。阿妈，你卖一支嘛？你也卖，你何里徛遮了？啊，不过就是你讲。哈。谢谢，贵超多，现在七块钱，我只有捡，现在七块了。这什么钱呀？鬼头刀。鬼头刀。哎，这一人一瓶，我开这地方了。七块钱，七块两百。放我鬼头刀之乱来了！还有几把剑？七百块了，一百块了。鬼头刀够现在一百块了。还有几把剑？七百块了，我了，一百了，中国。还有几箱？还一百块。下不下？还我啊，真
做这家两个多就先去逛啊。帅儿子的鬼，我倒没有一次不乱卖。给我，给我啊！加沙发。海鲜羹之类的，我告诉你，用鱿鱼螺肉串去加肉加料就好了。我不给你挂，我不给你好了。白菜卤或白菜卤还不比较不适合，鱿鱼螺肉串我都直接拿来煮海鲜粥。我直接加炒虾仁啊，蟹肉饺啊，然后另外那个冬卷啊。鱿鱼啊，加一加。宅配的群组 QR code 记得扫一下，然后你们觉得吵的话，记得把这个群组的关静音哦，因为会一直噔噔噔噔噔噔，所以你们记得把它关静音啊。以后有什么货，特殊的货，要宅配的货，通通都会丢在这个群组上，给各位选哦。你讲要弄几沙发？我呢？那得啦。我切，那就对了。来，再秀一次哈！以后宅配的群组在这边 ，LINE 的群组在这边。以后有一些货啊，特殊货啊，什么之类的啊，宅配的货啊，都会在上面丢讯息给大家知道。我的频道啊，快洗呢！今日阮哥休困啦，我叫阮朋友去支援啦。你搜寻海鲜叫卖直播就看得到啦。对的，一公分就两千，公分就三百。
河粉，这个这个吧，这个挺少。嗯。你准备这个，我准备准备。这是鱿鱼吗？还是鳕鱼？这是鳕鱼的。那个不是鳕鱼，那是处理牛肝。不要！我就想见。老杨，走。你个蛋快收啊！你个蛋快收啊！别冻了，那收了。会那个群组的部分，以后就是会用宅配的部分。是啊。哦，以后群组的那边出的货，就是会是宅配的部分。哎，阿哥，老妹，坐坐啊，那边请啊。我来，你也坐坐啊。再来，我就是说，是啊，来坐坐啊，省省。我再来看老板。我请你结一口干杯。一口干杯。有干杯啊？有啦，我叫你留一口的啦。啊，迄头先迄个箱啊，纸箱内底，纸箱里面啦。啊，你到纸箱内底啦。烧好食，而且这是大锅食，迄个唔食。哪个？何秋。花窗。我唔知道今天较济啊，今天较早来呢，无来就陪我。800，200，500。谢谢。
咖啡。咖啡糖，那你就靠他用的吼。很好的，他在吃饭。我要干锅鸡，直接来呀。9:40，差不多啊，也没有很冷啊。王崇龙现在准备要休息，人家过来哦，我不知道来不来得及哦。哦，因为他们已经差不多快准备要休息了哦。
未婚的，迄就五百。我讲是未婚的啦，结婚五百。啊，一份大概几只？一份大概六七只。好，那你拿一份好了。因为你过来的时间要多久我不知道，然后他们这边准备要休息。来，最后再秀一次哈。未来宅配的 QR code，我会再看看要怎么做连结，让各位比较方便购买。你用程序好吗？两个那么丑。来，请自己加入 QR code 哦，自己扫。未来哦，年后过年后，目前正在规划，年后就要启动了。好，干杯，年了，没有。来，收工前再最后一次哈，各位自己加 QR code。对啊，今年那个嘴巴声好大。自己加 QR code。过年后会开始启动，年后会开始启动宅配的部分。我在每个人好在摆摆头，我不会动。小胖胖，你等下还要摸头呀？我今天要摸头。啊，我这把是啊，要叫你叫啥？叫大胖胖。小胖胖啊，还十几岁尔，比我加细汉，都比我加细汉。我都无啊！哦，你我大汉后生，你大汉后生比我较细啦。我老是有点像呀。我能不能少点？啊？你要个作品啊？猜猜的。他还不听老师啊？对。我等你们阿妈。哎呀！对吧？虾饼，虾饼有在那边。有，要一份吗？来，那一份包起来。冷静哦，两百。还要什么？好，谢谢。弄我一个吧。不要，都要收了，你还买一个？我这边那边，几分五百？给我你五百。哎，你不啊？你走路也得帮你啊。我去点啊，一百条。没有。五了，九分够五了。这几位一把，哎，三栋，千，千啊，五班，五班长，几位，五位啊，我这一位的，进两位吧，进两位吧，查姐，去查位拢。郑新威啊，那个怎么办？四只五百呀。哦，龙五不龙吧？来吧，钓鱼。龙五今天不要钱，不要钱就龙五。喂，天哪！八加五八，四加六，四加五八好了。哎呀，对，刚刚叫我买黑羊的呢，我叫我。我。阿娇，哎，这箱这箱包正面。正面的话。啊！三百一位，几位一百？三位你也过了。那我要报几千？我啊，追星呀。
这么贵的。你给我两块两块。这个八嘛，啊这个还多钱？鱿鱼你要一份哟，一份是200的哦，各花鱿鱼一份是200的哦。拜拜啊！各花鱿鱼过来结婚。太菜了。嘿。菜市啊，那不是就不错诶。系啊，又搁甲你翕相。啊，菜市啊，袂要紧啊。啊，卫生局伊嘛是先甲你制服啊。五分钟后到哦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撑到五分钟哦。OK， 反正我就先开整，你们要来就来，你看来不来得及哦。我就先开整。为何那么早抽？因为。